个房贷哈，那三个房贷分别是有没有输入资料？第二个是如果输入了资料，但如果输入资料，假设说我今天输入了资料，那第二个是格式不正确，比如说这边哈，明明应该是输入数字，就他却打 AAAA， 那这样的话按新增的话哈，那其他输入一下，其他输入按新增，那我希望怎么样判断一下，帮我检查一下。检查哪几个？一，这个，好，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要检查哪里。如果这个，那这个在名称上面的话，它叫 test box 2嘛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二，三，四。所以呢，如果 test box 2里面的资料哈，假如呢不是一个数字的话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可能需要第一件事。把里面的资料清空，怎么清空呢？很简单嘛，把 test box 2 test 塞一个什么空字状给它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再把游标放在这上面，放在上面不就是什么 test box 2 set focus 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逻辑是这样写的，不用背啦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直觉的。好，所以怎么判断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按新增，先怎么样？这个不是数字，清空它，对哈。我会先跳一个，请输入一个数字，确定之后的话，把它清空，游标放上去，请你务必要输入一个数字哦。如果不是数字，那你就不能输入哦。OK， 这样就可以输入。那我怎么样把它挡住？当然，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其他当然哈，如果我这边这个 OK， 那这个如果不 OK 的话，一样可以挡住，有没有这个？你要按新增，有没有？请输入一个数字，可是这个不是吧？有没有？删掉，请他一定要输入，这样才可以新增。那怎么样把那个这三个哈做那个逻辑判断？判断一定要是数字。那这里我会用到一个VBA 里面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呢哈，在一、二在这里，我会用到一个函数，这个什么？VB 判断的时候打一个 VBA 啦，其实这个 VBA 不打没关系，我习惯是点下去，那 VBA 里面所有的函数都会出现。那有一个叫 IS 什么呢？判断数字的话，其实 IS 开头都是判断的什么东西 IS numeric 有没有？这个函数呢，它基本上的作用就是判断你给它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数字，如果是的话呢，它会回传给你一个 true， 如果不是会给你什么 false。 OK，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是加上一个 is numeric， 然后给它什么呢？请你帮我判断一下在那个 test box 2里面的东西呢，里面的东西叫 test， 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一个什么呢数字，就给它。但是我要判断的是，如果不是的话才告诉我，如果是就不要，是的话就跳过了所以基本上呢，如果不是那不是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讲等于 false， 这样也可以，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是不等于 true， 也可以啦。OK， 两种叙述方法吧，等于 false 或者不等于 true 啦，其实结果逻辑都一样我习惯是不等于 true， then 做什么事情？如果不等于 true 的意思是说如果它里面放的东西呢不是一个数字的话，那我就做什么？跳出一个警告，有没有？请输入数字，把里面资料清空，游标放上去。 OK， 完成了。那因为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所以基本上我做完一个之后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 Ctrl+C 贴到底下，改3，有没有？改3，贴到底下，改4，这样的话呢，就2、3、4全部都会判断了。OK，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？那接下来的话一样的逻辑啦，其实蛮类似的。假设我今天要输入滴滴滴这个人 ，OK， 然后他的成绩120分，你想说120分有可能吗？没有嘛，应该没有那么高分，所以按下新增，请输入什么0到100之间的数字，但要确定的话呢，把这删掉 ，focus 放上去。所以基本上
这个地方呢，你要判断它是不是0到100之间，如果不是，删掉，重新输入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做啊？其实做法上跟刚刚那个很类似啦，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，这个有没有 Ctrl C 放到底下，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啊，差别在哪里呢？贴上之后有没有改什么呢？哎，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假如说哈，它是怎么样呢？我希望它零到一百只啊，零到的话就是它，那它不是的状况是，如果它大于一百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？它里面的资料小于零的话，那就是不是我要的那个范围。所以你 test box 小于零，哎，大于一百或小于零的话，或 OK 大于一百，好，那当然就是不包含一百。啊，或者是小于零，那当然也不会是零，就是负的。OK， 那这样的话呢，我想请输入什么呢？哎，数字我把它改成什么？请输入哎底下这个零到一百之间，哎这个 OK， 那其他的话一样清空，一样 set focus， 哎有没有？这样就写完了。所以未来哈，如果你要防呆的话啦，基本上大概就是。逻辑差不多就是一个 if 加上 and if 中间的东西去做后续的动作哈。啊，如果说有两重的，你就加一个 else； 如果多重的话，就 else if 啦。反正一直判断下去，这个前面有讲过哈。那请各位试一下，这里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做一些逻辑判断哈。那画面还给各位一下，试试看哦。主要是判断两个啦，一个是输入的资料哈是不是一个数字。第二个，这个数字是不是0到100之间？哈。